谢谢马执行长带着这么多位专家，尤其是大学的教授，来带我们孩子科学的研习。我们希望，在台湾的每一个孩子，将来都能够像李先生和这四位教授一样，成为未来的小小科学家。那远则有三个宝贝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发现、体验、动手做。那远则最棒的其实就是老师，让你们有享受玩科学的乐趣。好，谢谢。你们这张贴纸会看到什么呢？好，看到一点亮光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老师坐今海马海马之星来了哈，在海马之星上面呢，老师也发现了好几张认识的东西啊。它的目的是，如果电源没有电，那它会继续发光。哪一张纸会发光？哪一张纸？这一张。是夜光贴纸发光还是荧光？荧光纸发光。有看到？好，很好，这一张看到了吗？这下面那张纸在发光。好，小同学们听到老师这里哦，到底是这一张是不是？好，到底是这一张。那老师的问题来了，这是有奖品的问题哦，先举手的先回答。好，老师的问题，注意哦，蓝眼泪放出来的光，其实是刚刚老师介绍给你们的这两种光的其中的一种。请问你啊，还没有讲完了，请问你是哪种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放下来哈。老师问你要问第三次，身为马祖的小朋友，那么多台湾的游客来，问你这个类似的问题，什么是蓝眼泪？它是。这个介壳虫呢，还是这个荧光虫呢，还是这个夜光虫呢？这两张纸哈，哪一张纸关掉灯之后还会亮一下下？哦，你左手。你的左手还是我的左手？我的左手。好，这张纸其实那个小朋友回去哈，试试看，这张纸灯一关，它就立刻不亮了哈。啊，这张纸呢？灯按掉之后，它会亮个十分钟，好，那老师如果把这个验钞的这个笔呢，直接照到这个荧光棒上，你看它会亮吗？它还是发亮而已哦，它不需要折断就会发亮，那你一折就它就用完了哈、哦。好，那。所以老师要介绍给小朋友两种光，一个光叫荧光，一个光叫荧光啊。马祖的蓝眼泪放出来的是荧光啊。好。